套餐都不见了。这为什么？怎么想？后面是十强啊。是啊。十强嘛，对不对？看似十强嘛，但是你要走到后面才知道。后面是，天哪！你们家神秘桌后面是什么？啊？怎么会是这个？啊！耶！竟然就是个楼梯啊！是啊。对啊。这样子神明怎么会坐得住？没错，因为其实我们讲背，神明背也要靠山嘛，你要让他坐得稳嘛。可是他背靠居然是一个动线的楼梯，这叫做背剑杖，不是那个背，是背这个剑，一把剑，不是那个。我也说背剑不能移。不是，对，不是那个背剑了哈。所以这个会怎样？但是其实同音呢，也具有同样的同等效力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呢，你知道这种背剑杀来说，你就常常呢，就是人家会在背后捅你一刀，然后呢，你最主要是健康嘛，就是主人家的健康，尤其他的筋骨，卡咯，他给我这个叫脊椎的地方呢，都会很容易有问题。那这个状况来讲话，我们怎么处理呢？当然他选择的这个佛桌呢，本身就是已经有污点了，对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，选择的形式也是对的。但是他背靠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贴个红纸，我们之前讲过，或是垫一个红色的木板，就是木板，然后漆成红漆，或贴红纸把它垫出来一点，或是牺牲一点小空间，把它垫开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在空间上做个区隔，就是化解的方法。就是等于把神明桌再拉往前一点点，然后这样后面贴个红纸，是要看吉时，对，要看吉时。解决完神桌的问题，接下来的厨房可是有老透天共通的毛病啊。这个厨房肉眼看问题就很多了。是，对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炉灶，它的炉灶有没有发现，就是说呢，它的这个叫灶口。以前我们那个灶口是不是有一个洞嘛？这个点火的地方叫灶口。对。它的灶口呢，是不是跟大门呢是相反的，背南反向？像一般透天厝有没有？那其实这个透天厝啊，一般主办会不会都是这样主背大门嘛？对。因为要灶口会迎向大门，代表财水进来可以入库。可是它这个呢，灶口呢，刚好是跟大门是相反的，所以它钱财呢进不了财库。那我们要如何化解？如果说你的炉灶没办法转向的话，当然我们退而求其次的方法，就是在这个抽油烟机上面呢，可以放一对铜麒麟，来做这样的化解。那如果说像它这种透天厝啊，如果可以改的话，最好的，那怎么改呢？把这个炉灶把它移到这一个位置是最好的，避开这个梁。对，但是要避开上面的梁。可是你不是说这样子灶口才能面对马路？但是因为它这样的话呢，因为这边是厕所，厕所是吧？那边受就不行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这一面不行的话，就退而求其次选侧边。那这一面是有窗户，不行，对，就是最好现在是这一面。没错，依它这一个空间呢，地理环境的关系呢，我们只能选到这一面。是，或许不是最好的位置，但总比这边好。这样可以解决它财库的问题。那健康的问题呢？我认为呢，这个就要大工程了。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是不是地方厕所嘛？是。它的厕所居然没有天花板。有一点半露天了。真的耶。它是没有窗户吗？所以才是没有天花板，是这样吗？还是有窗户？里面有个小窗。是，就好像就是南部、中南部很多很喜欢独栋的房子，厨房里面的厕所都不会盖子。对。可是厕所在面上厕所。对啊。啊，这里在煮菜。灶包厕了，没有？这个味道会。哎呀，包含以前我自己外婆家他们做是这样的格局。对。其实我外婆呢，就是因为这个格局呢，其实他们长期，他真的当他往生的时候，都是整身的病，而且呢，他都是慢性病，都看不会好的，然后一直不断来吃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，在这个厨房已经是灶包厕，影响健康运的，然后他这个厕所呢，又没有做一个我们讲说空气的一个我们的阻隔，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在煮菜，里面有人在上大号，那是不是味道弄夹杂在一起？那这样子那个菜晦气啊，会煮得好吃，对呀，是啊，光闻味道就好了。其实想一想呢，科学上来讲是的确是怪怪的，对，怪怪的嘛。所以老师也建议就是，反正厨房里面就是不要有厕所，因为可是它格局一定的没有办法。对，所以呢，最起码它里面有窗户，你就把这一个呢天花板改做起来，封起来，晦气不要跑出来嘛，直接把它遮死就对呀。你吃进去的不是食物的健康吗？我们开场来介绍美食，结果你吃进去没有吃到健康，吃到一堆晦气，身体怎么会好？然后这个冰箱
也代表库中库。是。它冰箱的位置呢，很尴尬，就是水来克这个火。哎，水火冲。对啊，水火又冲喽。对。然后它冰箱靠的那个墙呢，多少都是厕所。对，造成它会生病的原因哦，第一个厕所没有天花板，第二个呢，冰箱呢背靠厕所。如果你的冰箱门面对厕所门，或是冰箱靠的是厕所的这个空间的话，也是带药运。所以这个冰箱移到哪里去啊？其实这个冰箱呢，当然我们要一定要移走，要不然水克火，然后又带药运。所以把这个冰箱呢移到原本这个炉灶的位置，然后炉灶移过来这个地方，哎，就解决啦。也不用水火冲，没错，也不会就有厕所，是，哎，还蛮容易解决的。天哪！这栋房子不断与主人犯冲，连厨房煞气也罄竹难书。首要工作必须将厕所加天花板，防止晦气外泄。接着移动炉灶和冰箱的位置，才能够兼顾家人的健康哦。不过事情还没完，接下来的婆婆房还有更大的挑战。婆婆很活泼耶，她都喜欢在床上滚来滚去，怎么说？会这么大？在着两张床，对呀，多开心的滚啊！对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他们这个格局来讲，不是床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他这个房间，我们之前在有一集叫陈子璇，一个明星，他们那个房间呢，就是一个丧事房啊。是房，就是说呢，在这边的格局呢，住久了会很多的病痛，然后无名病痛，检查不出原因的。好，你是说婆婆这个房间？对，丧事房重现江湖，婆婆健康即开。